周易上经，豫卦第十六，一，豫，利见侯行师，彖曰，豫，刚应而至行，顺以动，豫，豫，顺以动，故天地如之，而况见侯行师乎？天地以顺动，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特。圣人以顺动，则刑罚轻而民服。豫之时，亦大以哉。象曰：雷出地愤，豫，先王以坐月崇德，因见之上帝，以配祖考。初六，名豫，兄。象曰：初六名豫，至穷兄也。